这箱子果然在山门口立的着。看来我鸡毛立大功的时候到了。我以前跟着师傅的时候见过，看见他开过，我没试过，不知道行不行。别说那么多，快点打开，来不及了。我试一下。大佐怎么了？巴山游击队的，现在我们队正在招收新队员呢。你们有兴趣加入我们游击队，跟我们一起打鬼子？要真的是打鬼子，我就跟你们走。鸡毛、阿飞，你们两个就是我的左膀右臂，左右护法。这官儿呢，就相当于这个王朝马汉啊。怎么样？好。这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哎，你是不是想成亲了？你看上谁了？你看上谁跟我说，我给你说亲去。啊，
阿飞兄弟。魔仙大哥，魔仙大哥，你不许去！你现在去，根本就救不了李营长，连你的命都被拉进去。可是我……好了，你别让我为你担心。小李子，我们要是死在这儿，你怕吗？人固有一死，或轻于鸿毛，或重于泰山。你别文绉绉的，什么意思啊？我说人呢，总免不了一死，关键是看怎么死。如果他跟自己心爱的人在一块儿死，那也是很荣幸的。毒药品了，我们进城去见见季茂和阿飞吧。雨飞，长风哥，一会儿跟着我，别吓跑。嗯，打，冲，走。交出来，不然你就死定了。哎呀，姐，你怎么还不来呀？今天这个地方就是你的死地，山本老贼，今天谁死在这儿还不一定呢。山本清直，今天老娘就要了你的命。来吧，看看谁先死，谁先打死他。小李子，我们去救金毛。好，走。
我们现在去根本就救不了李营长，那边，你们两个就是我的左膀右臂，左军。我就去，你战友，都做重要，拿着相机以后炸死他们！哎，拿着弹药，给我走！ 回来了，上，嘿！陆哥，陆军，我去支援武藤军，哎。 说太重要了，如果落在小鬼子手里，他们进行大批量生产，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就完蛋了。现在情况很紧急，金毛，箱子我来拿着。一会儿小鬼子就全上来了，咱们得赶紧撤。怎么撤？从那边跳下去，走。 喜春，你听我说，鬼子已经在四周布满了炸药，我要留下来，把毒药销毁。你们赶紧走吧。不行，要跟我们一起走。呀！ 不住了，赶紧撤吧！不行，哪怕只剩下最后一个人，也要给喜春争取更多的时间。陆达，雪姬，
全部都给我吓死，一个都不留下。
你要和我做个了断是吗？好，今天不是你死，这是我亡。姐，姐不要！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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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牛奶，这是帝国的圣战，我们大日本一定会战胜中国人。你这个狗日的，不要再打了！行，就让老娘送你一程。不要！王八，再来，走开！
还是更喜欢爸爸。哥哥，我们回家乡好吗？你继续当真正救人的医生，母亲在樱花树下继续给我们泡茶喝。大伙儿等一下，男二，营长怎么了？我们开着这辆车目标太大了，让大家把物资全都卸下来吧，然后你把车开到山里销毁。啊，是。来，大家搬东西吧。弟兄们，帮忙搬物资。搬东西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来了，大哥。快点啊！兄弟，有话跟你说。快搬啊！先搬点啊！快点啊！哎，这个，慢点，慢点啊！拿着，拿稳了，接着啊！哎。大哥，你真打算留下来帮他吗？好嘞。喜春兄弟已经多次向我开口，我也不好再推辞了。大哥，刚刚咱们打的那一仗，他们明明是在拿我们当枪使啊，他们的人去抢物资，我们却在这里跟小鬼子打，这仗打赢了好处是他们的，这打输了死的是我们的兄弟啊。大哥，你是个精明人，怎么一见到这个娘们儿，你就糊涂了呢？二弟，我之前就跟你说过，这次游击队差点全军覆没，祸因在我，我怎么着也得帮他们渡过难关啊！可是我们已经帮他们突围了，不欠他们的了。好了，我意已决。二弟，我知道你不愿留下，哼，也罢，寨子里也不能没人管，带上你的兄弟，回去把黑龙寨给我守好了。来，小心点啊！好吧，大哥。好了啊，家里就交给你了，别出什么岔子。等我回来。嗯，拿着。大哥，你放心吧。轻点，轻点。哎，来这边，还有。说你呢。哎，你快点。别帅啊，来，快点。兄弟们，你们先回去。是二当家的，走，走，快点。哎，宋华，哎，跟我去一趟县城。去县城？小的就不明白了。有人要请我喝茶，我不能不给他面子。哦，二当家这是要去县城找日本人。可是，我们刚跟他们打了一仗，
这小鬼子诡计多端的，这样去赴约的话，会不会有危险呀？不不不不不，我跟你说，我们跟他打交道，只会对我们有利。二当家，这事儿要是被大当家知道，兄弟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当土匪的在山上喝酒吃肉，那图的是一个安稳。可是他现在要去打鬼子，谁知道这个小鬼子像不像当初的蛮子进关，建立清朝一统治就是几百年。你说如果现在我们不去抱一下他们的大腿，将来吃亏的有可能就是我们。哦，二当家高见高见呐，您这哪头都不得罪啊，这可是当宰相的谋略呀。大当家，黑龙山的铁龙来了，说有事相商，让他候着。是。铁龙大当家今日前来，有何贵干啊？马大当家，我兄弟喜春让我带些回礼给你。哦，嘿，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，就是几只鸡，还有几坛子老酒。你们太客气了，聊表心意嘛。这游击队你也知道，太穷。不过这是我兄弟喜春的一点心意，还望你别嫌弃啊。阿红，把礼收了。铁龙大当家，替我谢谢喜春。好嘞，我一定转达。铁龙大当家都亲自前来了，想必这不只是回礼吧。嘿嘿嘿，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啊？咱马妹子就是个爽快人，那我也就开门见山的说了，这游击队非同往日了，加上我们黑龙山几百号兄弟，那更是壮大了。喜春兄弟想跟狗日的鬼子痛痛快快干一场，最好是能把他们给灭了。所以还是那句话，妹子，跟咱入伙吧。啊，所谓船小好掉头，我们凤凰寨几十个姐妹专门杀鬼子，跟人合伙，只怕到时候反而无法全身而退吧。妹子，你这么说就不对了，这人多了才能干掉大股的鬼子，像你们这样遇到鬼子人多的时候，那可是要吃亏的。我们有自己的法子对付小鬼子，就不劳铁大当家您费心了。马大当家，我大哥是为你好，绝对不会让你吃亏。再说了，都他娘的打小鬼子，你怎么就……大牛，马大当家，你再好好考虑考虑。替我转告喜春兄弟，恕我无法答应。白莲，送客。各位，请吧。妹子，别呀，还是好商量。哎，我大哥诚心诚意的请你，你别他娘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你怎么说话的？就这么说话的，怎么着？大牛，怎么说话呢？哼，这人家刘备请诸葛亮还三顾茅庐，咱们才来这一趟，不唧唧歪歪的啊。哎，马大当家，真是对不住啊，我兄弟啊就这牛脾气，遇到事儿就急。你看，你们请回吧。妹子，要不这样，你把我招了吧。招了？我们凤凰寨不要男人。我来凤凰寨做上门女婿，我这几百号兄弟，别动。你要是再胡说，今天就走不出我这凤凰寨半步。把枪都给我放下，放下。你干什么这么大火气啊？白莲，白莲，是，还愣什么？
说胡话呢，还想找我们大当家，你简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干什么呢？啊，别动！你干什么？你说干什么？我大哥是不跟你一般见识。你再说一句。怎么了？哎，怎么又把枪端起来了？啊，好男不跟女斗，这传出去像什么样子？把枪都给我放下。妹子，我们这就走了。既然你们大当家的不领情，你再好好劝劝他。毕竟我们都是打小鬼子的，毕竟我们都是中国人。以后你们出事儿了，也有人增援，不是吗？你们走吧。兄弟们，走。走吧，走吧，走。哼。警备司令，你们大佐要封我官？黑二当家，只要你肯下山效力于大日本帝国，警备司令的位置你顶。这个大日本帝国会让你荣华富贵，女人金钱享之不尽。二当家的，这可是升官发财的好机会啊。二当家的，这日本人杀过咱们兄弟，咱们可不能去投靠他们当汉奸啊。大当家要是知道了，肯定也不会同意的。大当家，你少拿大当家来压我们。你们搞清楚了谁才是你们真正的主子？没有二当家能有你们今天吗？是不是？二当家做了警备司令，咱兄弟也能摆脱土匪这个名头，变成正规军，知道吗？大当家对咱有恩，咱不能忘恩负义啊。哼，大当家早被那个女人迷昏了头，自己想参加游击队，可总不能让兄弟们跟他过苦日子呀。再说了，他凭什么拦着兄弟们发财？哼，哪天他要是被皇军给灭了，还得拖着咱们为他披麻戴孝吗？啊，二当家这么多年都屈居在他手下，欠他的早就还清了，凭啥不能让咱自己过好日子？孙华，你他娘的真是墙头草，这日本人有一个好的吗？肯定没安好心。二当家的，别听这孙子的，咱们呢还是好好守着寨子，等大当家回来再说吧。二当家，看来你身边的人忠心不够啊。有二心的人可都是定时炸弹，随时可以让你栽进去。少佐阁下，今天您先回去，等我处理好了这里的事情马上进城。若是在下告辞了，请二当家尽快进城救人。孙华。是。宋科。是。武登太君，请。嗯。狗日的，你如。倪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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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当家的。哈哈哈黑二当家，你果然是条好汉，大佐没有看错你。少佐阁下，让您受惊了。慢走。二当家的，你怎么可以为了小鬼子杀自己的兄弟呢？二当家，我们不能去当汉奸啊，这是要被别人骂祖宗的呀。对，我们这帮兄弟都不会去投靠小鬼子的，小鬼子是我们的仇人。对，我们不能当汉奸，不能当汉奸，不能当汉奸，我们不能当汉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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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能当汉奸。闭嘴！在你们眼里，我还是不是二当家的？再敢叫，我叫你们都死！兄弟们，我们走，找大当家的。走走走，大家走走。
谁想走，谁想走，这就是下场。二当家，二当家，二当家，我们都听二当家的。我二当家，二当家的，二当家的，二当家。大哥，马燕这娘们儿心跟冰块似的，就算是块冰，老子总有一天也要把它捂热。大当家的，这冰捂热就化了。去。大当家的，我们待在游击队也有些时日了，我还真有点想黑龙山的兄弟们了，不如咱回去一趟。天机，啊，你小子是过不过游击队的苦日子？游击队的日子呢是苦了点，还要没日没夜的训练，不如我们在黑龙山的日子过得逍遥啊，喝酒吃肉的啊，还能下山逛窑子是吧？我那肠子大哥都明白。你小子就这点花花肠子。这样吧，老子既然答应过喜春兄弟，总不能为了贪图享乐言而无信吧。就是啊，咱们回武家村。田鸡，哎，咱们回武家村。你回黑龙山，老子不在这段日子一直是二当家一个人扛着，去看看有没有兄弟们整出什么幺蛾子。嗯，好嘞，保重大哥。滚滚滚滚滚滚滚。嗯，田鸡，他已经不是你二哥了。可是他竟然做了汉奸。老三，让田鸡把话说完。大哥，我回到山上一看，一个放哨的都没有，我就知道肯定有事发生，于是我就悄悄地往后山摸上去，到了大厅一看，我们很多弟兄全死，都死了。大哥，凡是反对他的都被他灭了口，活着的都跟他下了山。大哥，大哥，你一定要给弟兄们报仇啊，一定要报仇啊。大哥，都怪我，当初我就不该救他，想不到养虎为患，害了兄弟们。黑狼这个畜生，老子一定饶不了他。看来这个狗日的跟山门早就有勾结，咱们那次在县城见到的果然是他。大哥，我要杀了这畜生。老三，哎，你还想让我再失去一个兄弟吗？既然黑狼选择了当汉奸，那以后就各走各的吧。你就当养了一条狗，随他去吧，这狗日的汉奸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。大哥，可那些兄弟们，那些兄弟们怎么办啊？鬼子要紧，跟他的恩怨以后再算。大哥，兄弟，兄弟，黑狼，你他娘就是个畜生，杀我那么多兄弟，你个狗汉奸！是你逼我的。逼你？我们怎么逼你了？是你非要去打鬼子，跟了游击队什么都不管，可是小鬼子一炮就能把黑龙山给炸平了，我能怎么办啊？你问问兄弟们，谁愿意去死？我还告诉你，我现在是警备司令，是正规军，我这是带着兄弟们弃暗投明，懂吗你？放你娘的屁！黑狼，你以为你是对弟兄们好吗？你是带着弟兄们去当狗，去做汉奸。奸！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兄弟。
奸！你们手里要杀要剐随便。大哥，砍了他的狗头给兄弟们报仇。老三，大哥，兄弟，知道吗？将来这是日本人的天下，知道吗？他们能给我大洋，能让我和我的兄弟们过好日子。你难道让我跟土八路过苦日子？有病！好，兄弟情谊到此为止，以后再见面。咱们就是仇人了。老三，走。大哥，走。大哥，你疯了吗？走走走走，快走。走走走走，走吧，快走吧。没事。我们就这样回去。走吧。春兄弟，你说你还是个大土匪呢，这磨磨唧唧半天了，我听着都着急。你怎么偷听人说话呀？切！哎，马燕，我这兄弟嘴笨，所以我才偷偷跟着出来的。是这样，我这个铁龙兄弟啊，自从认识你以后啊，就茶不思饭不想的，整天念叨你。我看。大家都是江湖中人，你们两个也算是门当户对。还有，你不是加入游击队了吗？咱们都是一家人了，就把这亲事给定了吧。不，惜春，我是个寡妇，我大川哥死在日本人的手里，我早就立过誓言，等我杀完了这些小鬼子，我是要去见他的。哎，我知道你是个有情有义的人，可是你家男人已经不在了，再说了，你想他在九泉之下看到你孤苦伶仃的一个人活在世上吗？是不是？我看别说话。马燕，咱们女人呢要找一个贴心的男人对咱不容易，再说了，咱是过一天赚一天，指不定哪天就死在小鬼子手里了，到时候你想后悔都来不及了。
你呀，得珍惜眼前人。铁大哥，我等你。哎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追呀！他同意了。啊？他什么也没说呀。哎，你是傻子吧？他不是说等你吗？赶紧去，去，去，去！哦，好嘞，妹子，等等我。哎，你们一起守住王家山啊！这傻子。